极气功十八式是根据太极拳的轻柔、和缓、意气相随等特点，结合气功的调身、调心、调息三要素编导而成，通过舒展优美、均匀缓慢的形体动作，配合呼吸，以意引气，意气相随，从而疏通经络，调和气血，治病强身，驱病延年。体式调息，吸，呼，吸，呼。心怀红吸，呼，吸，呼，吸，轮地分云，吸，呼，吸，呼，吸，呼。倒卷弓，吸，呼，吸，呼，
新华团。西呼西呼西呼西田脱球，西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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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腰推掌，西呼西呼西呼马步云手，西呼西呼西
观天。助浪西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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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展翅西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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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深地冲泉西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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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燕飞翔西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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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环转飞轮西呼西
步开球。西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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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收工。